昨天上午，上海世博会湖南馆正式竣工揭幕。湖南馆的展示主题是都市桃花源，游客步入其间似乎走进了世外桃源。湖南馆名为桃花源，里有两个相互缠绕的八字形莫比斯环围成，表达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主题。600平米的湖南馆是所有省区市馆中唯一的开放式场馆，顶部64台投影仪通过 3D 投影技术，使两个莫比斯环成为具有无数朝向的大屏幕。走进馆内，浓浓的田园气息扑面而来，游客顺着脚下溪流的方向往前走，沿途的竹林、草地、桃花林，正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写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同时，游客还能欣赏两边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的湖南四季风光及风土人情的短片。据介绍，今年的7月23号到27号，湖南省将在世博园内举办湖南活动周，展示具有潇湘特色的民族歌舞和非物质文化展览。东方卫视记者顾一梅，上海报道。